大家好，我叫 Lucas， 下面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。中文的汉字很有意思，在字典里意思的解释很简单，但生活中意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语，比如在酒桌上，甲善于敬酒，乙不想喝，甲不高兴了，你什么意思？乙说，我没其他意思，这是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喝酒。甲说，你不喝就不够意思。乙说，那我意思意思。于是喝了一小口。甲很不高兴地说，你这人真没意思。乙觉得有点难堪，站起来把一杯酒多喝了。甲悄悄摸着说，哥们，你真够意思。一会儿，乙倒在椅子上说：“照着东西，真没意思。”谢谢大家。